虽然顺了你的意结婚，但你不要奢望我会爱你。你以为这世上有我得不到的东西吗？我会让舒俊死心塌地地爱上我。你等着吧，真正的高潮就在你的婚礼上。怎么会有不好的预感？如果要找到凶手，我只能亲自进入 DL 集团吗？我要怎么阻止他？今天早上被贴在公司大厅，除了让一方起疑之外，也要让另一方起戒心。你说你看到泰峰哥？你在找人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秘密的男人》。